我是来自四川南充的陈勇，南充是一个美丽的城市，欢迎大家到我们南充做客。今天来到非你莫属，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老板，能够去真正的能够去看中我，然后把我身上无限的潜能，然后发挥出来。谢谢。你作为一个已经42岁，比我小一岁啊，创了两次业是吧？对。这两次创业，我们好好说一次，该说哪一次能体现你的能力呢？说我的第一次吧，当时是2014年，在我们的广安的岳池县，我们开了一家公司。当时我们看到我们家乡的人很多是靠劳务输出，没有什么太多的技能。那这个时候我就和我们的团队，然后我们就研发出了一个创业模式出来，就是想带动我们家乡人去创业。我们是做的一个理疗养生的一个项目。当时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在全国大概做了有300-400家连锁的门店。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创业，不懂得运用很多的一些杠杆啊，一些互联网的一些商业模式，当时就是一心只想往前走，做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品牌。后面就陆陆续续暴露出我们自身管理的一些问题和不足。然后当然在2016年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企业做的一定的时候，有一个风投机构，当时我以为生命中的那个时候就遇到贵人出来了。但是和资本合作之后，后面因为我们就把合作的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就慢慢的开始去退出了这家公司。你刚才说到这里来，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有能力的老板跟着他。嗯，对。干什么？我希望能够找到有能力的一个老板，然后我能辅助他去把这家公司通过我自身的能力去把它经营好，能够去运营好，同时运用我自身的一些资源。有能力的老板还需要你辅助吗？有能力的老板他也需要很多的部门呢，他不一定就是自己一个人全才嘛。因为我自身有很多的一些优势和潜能呢，包括我现在自身的资源也很多，可以协助他们去开发很好的一些市场啊。你的意思是说你以后不创业？不想再去折腾了，然后我就想很稳定的跟随，把一家公司我们一起把它做大做强。稍等，你说你已经到了年龄了，折腾不动了。不是折腾不动，因为我是想就是能够进入一家公司。你刚才用到了稳定两个字。对，就是你凭什么觉得跟着一个有能力的老板你就稳定呢？因为我们跟随有能力的老板，我们一起去发挥我们自身的能力，把这家公司我们做大做大做强之后，我们就很稳定。你想要的那个很有能力的老板今天有吗？陈总这边啊，陈不航。对，还有吗？然后徐总这边，然后包括我对杨总这边，他们这边你去做什么？比如说去陈总这边你做什么职位？市场的品牌的一些推广、运营、营销，包括团队的建设、培训，其实我都能做。那凭什么要把这个岗位给你呢？因为我现在已经成长啊，其实我已经，你看说到这个地方又变成了，就是每次我们有一个求职者上来说，为什么你现在的工资要比以前高？因为我现在成长，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。就是这样来讲吧，就拿我的第一段工作经历来说，其实我能够在短短1-2年时间能够开发全国的。说白了吧，说这么多就问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要多少钱薪资？我的要求是8000。8000倒是不高啊，没有地域限制是吧？没有地域限制。目标企业是陈不航、徐磊和杨荣是吗？不，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，因为包括咱能不能不说那么广啊，哥们儿，你还真是不像一个创过业的人，你广撒网啊。其实就找一家企业，假如陈不恒或者杨荣，你说好，我是做市场的，我是你学管理学过木桶原理对不对？你是那块长板，能补它的短板，它什么地方短，为什么你能补它？把这说清楚了，你工作就能找到了。就以徐总这边来说吧，徐总这边他主要是做一些投资的，这一个公司，在我们南充有一个做农业的，做生态农业，他现在走的一个商业模式就是走连锁的一种模式，然后他的前端有很多超市，给他们做一些定点的一些种植，然后他们去发动当地的农民，然后去种植，然后他们来收购。然后他会去卖农机产品，会卖农药、化肥等等一系列的这么一家公司。第一呢，你确实不了解星空投资，因为星空投资是一家典型的产业基金，就农业可能根本不在我的投资标的范围内。假设说你真的对这个项目特别觉得好，你自己参与进去就好了。就应该你是一个企业的经营者，你过去不是做投资的，就你前面的这整个过程啊，多少让我们有一点点感觉。搭便车，我要稳定一点，我要跟一个大老板往前走，你的企业更大更稳定，这个
不管什么阶段的企业，尤其在高管层面、管理层的这些人选上，我们都不会这么考虑。以后你将来创业也要找别人融资的时候，用刚才这种概念的语境，根本融不来钱，一定说数据，大概我们投多少钱能收到多少回报，全部是数据，而不是概念。曾经创业的人在我们的平台上应聘的很多，很多做了总经理，最怕的是什么？高不成低不就。他说，哎，我从一线做起，我不想了，我还可想帮助企业来拯救企业，帮你来做得更好，我来辅助一个老板来做事情。但是呢，我要做总经理又做不了，8000块钱在北京北上广是什么岗位呢？是大学毕业生的一个岗位。说让你带12个人，带多少？说敢让你带吗？不敢让你带。那么我问你，你愿不愿意不带人做市场推广，从销售做起？其实我来到这里，我就是想跟进入一个好的企业，不管做哪个岗位，我都能够去接受。这个市场里边不是说我丢给一个岗位，丢给我什么我都做的，而是说我有什么本事，我擅长什么，我一定把这事情做好。这是你求职的法宝。因为其实这是一个自我认知的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应届毕业生，你说我去所有岗位我都可以尝试一下，那个时候你是张白纸，怎么样都行。但因为你想一想看，您是78年的，对吧？已经很多年工作经历了，这个时候你的自我认知非常重要，到底你清不清楚你的长板在哪里。我其实想建议陈勇哈，你认清楚自己的优势，然后呢认准一个岗位。你之前的那个方法呢，让我想起一个段子，说你走到药店里，人家问你买什么药，你说我随便看看，然后说问你有什么病，说你看我有什么病，是吧？然后问你买什么药，你说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药。你的感觉像这个，因为找工作不能这么找。好，认准了，行，你能认清楚自己，我们才敢用啊。不是说我现在好像就是可能喂不佳的这种孩子，就是一个可能白眼狼，可能进入公司一段时间然后走了。每个阶段不一样，他一定人是这样，可能你刚开始我们看待一个事物的高度没有这么高，但是你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淀，包括你去学习之后，可能你看到事情的另一种方式又不一样。我认为是这样的。来，第一轮选择徐鹤伦。还有两盏灯，天生我有才，进入职场型商课堂。好，来，请听题：领导提拔能力差的同事，却把难的工作安排给你，但同时给你涨工资，是何意图？这个事情应该是可能领导要重用你的时候就应该到了。然后因为能够给你涨工资，肯定能够，其实钱是能够决定一个能力的标准。应该是这样。那他为什么要提拔能力差的同事？能力差的第一个看有没有裙带关系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个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啊，应该是这种。做这道题的时候，你没有思考过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吗？就是真正的管理是什么？管理一定不是透过自己拿结果，而是透过别人拿结果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一趴当中就是失落哈。因为我没有看到您在这道题上在团队能力的展现。反正会过分的自信了，有点。他在解读这个题，根本把这个题没有做根本的判断。我们讲职场情商指的是你怎么判断领导的意图，他的问题非常清楚，领导的意图是什么？那么你知道提拔和涨薪是激励人才的手段之一。我给一个人提拔，给一个人涨薪，两个人都激励了。但是为什么提拔那个人做团队的主管，就是他能够领导别人？你作为没有提拔你。你就会想歪了，说哦，没提拔我，领导肯定是第一看着我，第二领导可能提拔他亲戚，提拔了其他的人。我觉得没有领导力的一个表现。就说为什么提拔能力差的同事？首先，这个能力差是你的主观评价，有可能是错误的。如果说客观上他就能力差，那有其他的考虑。我直接给补充几个建议啊。好。第一个就是换位思考，你一定要知道有目标明确的。第二个叫资源交换。你无数次的说你要到企业里学习东西，那我为什么要培养你？但是如果你换一个想法，你不去做高管，你做一个地方的渠道商，我相信你的过去的创业经历资源都能被用起来。你可以跟其他人说，如果你们想在当地有一个渠道商的话，我可以做，我有这样的经验。所以职场讲资源交换。20岁可能就是拼做事的体力，30岁的时候拼能力，40岁的时候就要拼资源。所以你在40岁的年纪，你踏入一个跟20岁人拼的一个状态，这个是策略上的不对的。
说白了，其实你还是适合回到你的老家去做点小事儿，就别做那么大的事儿，做点小事儿，然后把一件小事做成功，做个小商人，不也挺好的吗？要那么大干什么？来，第二轮选的徐口令。其实你还是适合回到你的老家去做点小事儿，就别做那么大的事儿，做点小事儿，然后把一件小事做成功，做个小商人，不也挺好的吗？要那么大干什么？来，第二轮选择徐口令。再见。